原标题于太友与戚继光并称鱼龙七虎的抗倭名将，为何屡遭打压？于太友有1503-1579年，字质甫，晋江今福建泉州人，明代抗倭名将，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称为鱼龙七虎。我们一般提起明代中后期的抗倭战争，戚继光三个字不禁会脱口而出，而作为曾经是戚继光上司的于大猷却似乎没多少人知道。可是按照当时人们的那句鱼龙七虎来分析，可以推测出于大猷的本事应该在戚继光之前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于大猷这样一位在明朝抗倭战争中的灵魂人物，一生却是连遭打压甚至贬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于大猷少好读书，师从名家学习易经和剑术，并能从易经中推演兵法。其父病逝后，于大猷放弃学业，继承了百户的世袭职务。嘉靖14年1535年，于大猷中武举人，被任命为千户，守御金门。当时倭寇屡屡作乱，于大猷上书给提刑按察使司，谁料按察使恼怒地说，小校安得上书，将于大猷一顿乱杖，并剥夺了他千户的武职。嘉靖21年1542年，北元余部鞑靼大举进攻山西，嘉靖帝下诏选举天下勇士，于大猷毛遂自荐，御史将于大猷上报到兵部尚书毛伯温那里，毛伯温将于大猷送到宣大总督狄鹏那里。狄鹏与于大猷讨论军事，每每被于大猷折服，感慨地说，吾不当以鲁人待子。明史于大猷传，狄鹏还没做上前施礼致意，此举使全军震惊。然而狄鹏终究也未重用于大猷，于大猷告辞而归。之后毛伯温用于大猷为汀州、漳州守备，于大猷驻扎于武平。展开全文。嘉靖28年1549年，又副都御史朱完巡视福建，推荐于大猷为备倭都指挥。这时正值安南金越南入侵，内阁首辅严嵩的小舅子两广总督欧阳璧进上奏留于大猷效力。当于大猷讨平叛乱后，严嵩却将于大猷的战功压下来不上报，而只给了于大猷50两银子。嘉靖31年1552年，倭寇进犯浙东一带，明世宗朱厚熜下诏调任于大猷为宁波、台州诸府参将。当时倭寇攻破了宁波昌国围，于大猷率兵击退倭寇，倭寇又攻陷绍兴临山卫，并转攻至松阳，当地知县罗拱辰奋力抵御，于大猷亦在海上狙击倭寇，并取得较大的战果，但竟被朝廷以失事停俸。之后于大猷又在海上击败倭寇，并焚烧倭船50多条，才恢复了俸禄的发放。嘉靖33年1554年，倭寇占据宁波普陀，于大猷率军前往讨伐。于大猷所领兵力不足300人，倭寇却有20000多人，调集的各路明军还尚未到来。总督张京强令于大猷出战，于大猷坚守待援。等到援兵到来之后，于大猷率军出战，于王将军今浙江嘉兴王将军阵大败倭寇，但功劳却归于赵文华、胡宗宪浙江巡按监察御史，于大猷甚至还被降职。嘉靖36年1557年，胡宗宪听从卢唐的建议与汪直，当时是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，通事贸易，于大猷表示坚决的反对。后来汪直被诱捕下狱，其余党仍不断作乱，朝廷督促胡宗宪出战，胡宗宪只是敷衍不出兵。于是朝臣们开始诋毁胡宗宪，并弹劾于大猷，朝廷罢免了于大猷和戚继光，并以一月为期限平定倭寇。于大猷与戚继光几乎平定倭患时，但胡宗宪却觉得倭寇出走更有利，竟然暗地里让倭寇逃跑，并不督兵追击。
御史李胡就此事弹劾胡宗宪时，胡宗宪却将罪责推到于大猷头上，皇帝大怒，下令逮捕于大猷，再次剥夺他的世袭特权。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于大猷奉命征剿广东饶平反贼张琏，将造反者全部生擒。与于大猷协同作战的闽广一带的官员冒领于大猷的战功，但于大猷并不与其计较。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，倭寇又大举而来，并攻陷兴化。朝廷以于大猷为福建总兵官，戚继光为副手。但此战的结果彻底改变了于大猷与戚继光地位与名气的排序。于大猷持重远谋，戚继光雷厉风行。督战巡抚谭纶命戚继光为先锋，自己居中军，本是主帅了于大猷，则变成了右军。当大战告捷时，谭纶上表战功，推戚继光为首功，于大猷仅列第三。戚继光遂带大猷为总兵官。《明史戚继光传》其实，谭纶和戚继光都是张居正的好友，难免有保荐和举功不避亲之嫌。戚继光后来一路高升，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，谭纶拜兵部尚书时，受到明朝的倚重，在抗倭的战场上连连获胜，可谓红极一时。于大猷虽然与戚继光同为明朝最杰出的抗倭名将，却是几次被夺职论罪，至死也不过是得了个左都督，是武乡的虚荣。但是就连谭纶也不得不承认，节制精明，功不如伦，信赏必罚，功不如戚，精悍驰骋，功不如刘刘歇，然此皆小之，而功则甚大受。谭纶自知于大猷才是全能杰出的人才，远在自己和戚继光、刘显之上。清代的张廷玉在编撰的《明史于大猷》说了几句公道的话：一、大猷为将廉，御下有恩，数建大功，威名震南府；二、大猷负其节，以古贤豪自欺，其用兵先计后战，不贪进攻，忠诚许国，老而弥笃，所在亦有大勋；三、世宗朝老成宿将，以于大猷为称首，而树其履志，以内外诸臣攘，而演技其功者众也。在清代史家的眼中，于大猷是名副其实、实至名归的名家靖朝的抗倭守将和主帅。而在《明史戚继光传》中也有一句：继光为将号令严，赏罚信，是无敢不用命。于大猷均为名将，操行不如，而果亦过之。这句话说得很耐人寻味，言下之意是赞赏于大猷的操守、品行都比戚继光要强。戚继光是幸运的，他有张居正的保荐和提拔，一荣俱荣的一路升迁，而于大猷却一生处在打压弃用的境况之中，其终身也只在都督之类的职务上盘旋。万历七年（1579年），于大猷连续上书三次，请求告老还乡，不久病死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朝廷里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，失去遮护的戚继光不久就被调往广东。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给事中张锡高再次弹劾戚继光，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。三年后，一代抗倭名将病逝。本文参考自《明史》，明史不忍细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